更加的教训，大家好，咱一月十三吼，咱全国人拢真火大，这个火大吼，咱要透过这个游行吼，来甲马英九政府表达，伊袂使阁安尼来糟蹋咱这个百姓吼，伊嘛爱甲阿扁总统来放出来吼，至少至少吼，伊虽然吼伊伫咧营中叫伊，但是呢，袂使阁有伫遐咧盖好。袂伫遐都袂使阁伫遐监视，因为阿扁总统的病，就是互伊伫遐关伫咧迄个遐遐所遐个所在，吼，啊阁吼，讲就讲顶要甲笑，啊要甲监视，吼，啊就安尼，伊病绝对袂好，干呐，伊就拢无效，用浪费咱百姓的钱，吼，咱一定吼，伊伫遐伊爱诚心诚意的甲伊，吼，袂使阁有介介吼伫遐，吼，啊即个说，所以呢，咱吼正月十三，咱伫吼。一点就开始集合吼，两点就开始行吼，咱带领就是讲要带领全国的百姓吼，咱开始来啊，咱叫政府讲话大吼，咱啊行到政府门吼，啊到民进党来欢迎因做伙来安尼吼，啊所以呢吼，希望大家吼，咱少年朋友吼，咱的老公朋友吼，咱其他各族群吼，大家做伙大家团结吼，咱即届来大家马英九。吼、哦，来加掌声！吼、哦，啊，一月十三以后，咱继续哎，这个这吼、個，啊，继续过来打拼运动，吼、哦，啊，能让咱这吼、個哦、台湾会当行出一个民主自由正常的国家的路，吼、啊，咱阿扁总统一定要出来，多谢。主控白台湾国运动，支持公道民发动的放阿扁。反司法独裁、反媒体垄断，这三大诉求来参加一三八大的游行。咱拢了解，阿扁宏关四年话，这是司法的独裁、司法的迫害，也是政治的迫害。伊阿扁的握手就是马英九，所以。今仔日会大议员上应该站出来呛骂，就是阿扁总统。但是阿扁总统很快地落来，伊袂当站出来呛骂，所以我伫遮恳求，住伫新北市干那厝的，住伫龙山市的遮好朋友，啊出来参加龙山镇龙山市这个集合的议员大会。代替阿扁总统出来呛骂，代替阿扁会大出来参加一三大游行，为阿扁文化，阿为司法，早一日公平，为马英九总统早一日用政治司法迫害台湾人，迫害台湾人总统。以上多谢。马英九若无任何回应的时阵。阮身为社团，阮要发动大的马英九，用人民回起来，用人民的力量，搁家己落来，采取大的马英九实际人事活动。要大的马英九以前，阮要先来大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用实际大的人事活动，实际家己的立委。跟马英九的权利用人民力量加举落来，这是我以后要继续努力的这个活动。多谢。我想一定在场真侪咱媒体的朋友一定想要问讲，阿东是民进党，民进党的党员为什么无来参加到伫个？这个市政府遐吼，市府广场遐来出发的队伍，为什么我要来加入到蔡教授的队伍？其实我感觉讲吼，这是一个迷思啦，一个看法，就是安怎呢？就是咱即届一三大游行哦，咱的内容
应该较丰富嘞，因为咱民间咱足侪诉求，咱敢讲即届比如一一三大游行内底，咱的内容爱较充实，爱较丰富，尤其要来叫阿扁的总统，这嘛是一件真重要代志。咱蔡教授嘛真用心，伫阿东的选区艋舺区，咧艋舺公园、咧龙山寺头前来出发，这是对于咱台湾民主，用个讲是一个民主的圣地。咱以民主的圣地出发，要来救阿扁的总统，而且我是感觉讲，咱对于邓启荣来倒宣传，因为咱伫龙山寺家，咱是一点，我们是一点集合，两点出发，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可以两点的时候先来参加救扁大队，救扁大队参加完之后，接着再到市府广场前来参加三点出发的民进党的一一三大队，不然一个大队变成两个大队，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队啊，这届吼咧办会足闹热的，所以我是刚刚讲吼，这届咱安尼吼，呼吁咱各位。咱大家吼，做支持者吼，咱各位本土派的人士，咱两个两点的时阵，先来参加蔡廷贵、蔡教授，咱驻地义勇军这队；三点的时阵，再继续来参加民进党这队。我相信讲，安尼人数会愈来愈多吼，啊，伊讲会做闹热的。感谢，谢谢。其实阿扁这代志，这个辩论包括两大部分，就是司法正义部分，就是医疗正义部分。啊，这其实不是阿扁个人的代志，这是全台湾所有人的代志。阿扁的司法部门，足侪案拢已经破无罪啊，敢这龙潭案、龙潭案，但这案最近嘛法警讲有问题，根本迄个所有的贿赂的厂商根本就是邀请咧卖予国家，根本都不处理他人，但是伊嘛甲破讲有罪，所以这个案已经最近法警讲有问题。那安尼会当平反时，阿扁根本都无罪，所以今仔日这个物件会当讲。会当为着一个政治的观念，把一个人用各种理由来抓来关，这是司法正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跟阿扁尔，包括宜昌案的迄个蔡英文，包括迄个李登辉的代志，拢总是，佮包括其他民进党遐里遐遐管市长、立法委员，拢总着。迄、那个国民党办立不办啦，这是最严重的代志。所以今仔停辩就等于停每一个人，尤其每一个本土的人。这代志也无解决，我想若要阁选举的时候，那啥物也有可能，有也着国民党个政权人，拢有可能去用贪污罪来甲他办。这跟迄个教授遐案，你看阁是会计问题、报销问题，要甲这教授过来起诉，讲伊是伊个替国家计划啊来搭贪污，这是多方面个代志。所以阿扁代志毋是家己阿扁本人个代志，这是每件个代志。第二是司法正义问题，迄个依赖正义问题，阿扁已经病安尼吼，讲话大事甲遐严重吼，一句话会当多。十外声讲袂出来，啊！最近手骨开始错，惊人袂稳，有咩跋倒安尼？这时阵应该好治疗，但是唔是咧？今仔下早听讲啦吼，北港的人过去甲阿扁讲，过年后要甲请回去台北工作，根本都无管这个人的生死。安尼是这代志若发生了，人民生活顶大家人都困到不平的。万一若讲代，什么人有啥物代志，去犯着法条，关伫监狱内面，一定爱要死啊！才当报啊，就是报啊，就死啊，报啊，就医。所以这么是和每一个人有关的代志，所以我是讲，我今天来停阿扁，不是停阿扁的，是停每一个人家己自身的司法正义、司法正权甲医疗正权。所以大家若关心家己的代志的时，希望大家能来参加这个蔡正元教授领导的这个放阿扁的这个火大的代志，谢谢。咱所有全台湾各所在乡亲士大，会当来龙山寺哈参加救兵大队来。要求打破司法独裁，释放阿扁总统，终结媒体垄断。啊，而且补充一点，就是咱一点集合，两点要出来进行。咱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的牧师会伫咱队伍要出来进行，来甲大家祝福，予咱这边的游行会当顺利、圆满来完成咱的任务。啊，而且甲大家。在做一撮的补充，啊！即摆咱游行足侪届啊啦，阿麦叫敢若拢无感觉啦，无感啦吼！啊，咱要安怎？吼，咱要安怎？吼！啊，所以这边游行就爱看民进党到底偌侪人来，啊，咱救兵大队到底偌侪人来啦？若人有够侪，较容易
哦，卖叫有感呐、啊，人这当然就无无感，啊，但是等啊幽冥就结束吼、哦，嘛是可能无法度完成咱的目标啦，所以咱一旦搁以后搁再来规划咱家己的幽冥啦，咱的幽冥就是唔是宣传性的，这边的幽冥听起来改成高点就要结束，这是较属于上低展出的。这个非暴力空间的展出啦，就是幽冥尔。啊，咱唔盲讲哦，未来这个咱的动员民众来，会当展出会当提高啦，哈。就是我们呢，以咱蔡教授所领导的这个救兵义勇军呢，这个大队呢，直接上主要，和社会了解呢，咱个十三号呢，啊，就是发动咧抢马英九呢，啊，伫这个时阵呢，我想上要紧呢，啊，就是下大先红包啦，哦，虽然是抢马英九，但是抢马英九呢，差不多迄个暗会啊，你大概细细迄个暗会呢，差不多九点外一个解散，安尼就真拍算啦，安尼就真拍算。因为也阁有足济关心咱陈总统的这地方人士呢，我想大家今仔日呢要站出来，也阁有一种上特殊的意义，也就是要求马政府即时释放陈水扁，即时和陈水扁保外就医。大事员安怎处理？诶，事员后边个代志，目前咱所要求的足简单嘞，就是保外就医，先救人较要紧嘛。哦，啊，所以直接呼应嘞，伫正月十三，大家来咧会大呢，会大一个上意义的，就是解救阿扁。哦，阿扁也无出呢，讲什么咧救台湾啦、啊，救什么外国啦，迄是代志拢假讲的啦。哦，实在是拢咧欺骗社会啊！所以，咱的第一目标就是解救阿扁。啊，这个解救阿扁这个大队呢，啊，咱这个蔡教授都有公布，啊，就是对咱的龙山市开始出力，绝对就是未使随便解散的，绝对，他就是要含伊拖到底啦。阿扁无出。就无解散，安尼就对啦。哦，谢谢啊。哦，一月十三了哦，还要创啥？哦，我都要讲过哦。咱要求讲啊，吼，阿扁总统哦，真正咧就医，无去甲解吼，无去淡仔甲暂时哦，啊，互伊有真正迄个诶环境，淡仔医疗身体哦。啊，阮这阮落尾会对民进党啊，民进党哦，要求讲因爱政治协商哦，袂使再对阿扁安尼解吼哦。甲甲暂时哦，啊，互伊甚至于伊伫个犯伊个迄个迄个法案哦，啊，停止来信哦，卖个信嘛哦哦，因为伊即个即虽然说程序足不正义个嘛哦，伊犯法官加加一单大拢知影哦，爱着停信，阮要求遮。另外呢哦，就是讲阮继续即个大家会大即个些要来罢免哦，所有哦国民党都哦。要为人民的利益哦，比如哦，那个邮电商场哎，美牛案哦，阿哥进来加哦，加正所税加加哦，加这利益，哪不会支持人民呢？我们开罢免哦，啊罢免哦，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要罢免马英九总统哦，啊，这个安尼时阵哦，所以呢，咱一个开始一月十三一定要足多人出来，而且。我一直讲，甲大家拜托，啊，大家一定要出来，全国的人民，大家一定要出来，就这样。我觉得那个卡巴那个风格吼，那个男主角在换啦。我看卡巴迄个风格，男主角遐换马英九，吼，伊迄几个吼，迄马卡拢麻去啊，马卡麻去吼，迄马脑吼也拢麻去，所以伊一寡感觉都无。我感觉讲，即届的即个游行内底，伫个咱民进党内底。一定要有人拍死无退的，一定要拍死无退，我马英九这个压力。但是，我嘛去过几啊届，我在总统府面前至少被驱离了
四次左右。马英九他是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这一次要让马英九感觉到压力哈，还有卡巴的马英九感觉讲有压力哈，咱就是这人数还有够侪，我看可能爱十万、二十万人，啊人数愈侪，我看讲伊讲那卡巴应该会感受得到，爱知影通啊走啊，知影通啊落台啊。谢谢议员，谢谢。